寻根探访，深度记录两岸近代史上最具争议权威的关系人物。他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具传奇色彩、最活跃与最神秘的第一夫人。他是蒋介石的儿子，如何摆脱身上背负的重担，做独立的自我？古话，君子之交淡水。他是民国初年的常胜将军，却有一段刻意被忽略的历史。心中非常的感激。世纪风云经典全记录，为您还原真相，解开历史之谜。